下。哇，有够累，到时候真的是走不回来。还有，我们要教会你丢三颗球。那我们第一个步骤呢？我要你确认自己丢的高度、轨道都是对的就好。我们先试着把三颗球丢出去，那形成那漂亮的轨道。一、二、三，你会听到落地的声音很平均。我们今天看可不可以挑战看看，丢超过十下。十下，好。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。Nice。哇哦！我看到了，可以吧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有认真练，有认真练，有认真练。可以。好，很好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体验差不多就到这边了。好，谢谢老师，對谢谢。三颗球丢毁了之后，下个阶段，不同的技巧，对，去搭配，可以走不同轨道。OK， 希望有一天可以一起表演，对，一起表演。没有开玩笑，可以丢到大概十下左右，真的。就我老婆不开心，我都会丢球给她看。对啊，她开心了吗？她就很开心啊，真的真的。真的，是上次之后才拍的，是真的啊！我老婆有录影片，可以传给你们。哇！但她有点久没有生气了，哈哈一个月没连。你要不要笑一下？我就准备好了，今天要是突然你们有个团员丢球的团员生病，我就可以来丢球。哦，那如果倒立的团员生病，你可以来倒立吗？不要。转圈，然后套头，好收，好，接下来是元洋最擅长的棒子，那棒子是这三样里面最难的一个项目。哎，这个应该没吗？再一次，再一次，抱歉，抱歉。这可以剪到二十下吗？你说帮你把它剪得像二十下吗？对啊。太舒服。那你最
喜欢披萨的哪一点？毕竟你是从澳洲追过来的。就是他早期的影片介绍的东西，一般人可能不会认真听下去，可是就是他有准备很多文献啊去参考，然后营养学的东西台湾那时候也比较没有人用 YouTube 在讲，对啊。哇，很酷，你完全是因为他是鱼人然后就飞过来。